鲁国现在在南极很好看的一个大本营。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中山站前的另外一块石头选择，中山广场。这是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队列，这里是我们中山站的度假宿舍。度假宿舍楼里面是看一下我们的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度假楼的科考队员的宿舍。来看一下内部的宿舍。一个人住是吧？对。一般是几个人住啊？咱们这宿舍一般是两个。自带卫生间这是吧？对。一个卫生间。宿舍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去，先拍一下中山站第一天的晚饭吧。我们来拍一下中山站今天吃什么。今天我们的菜有羊排，有白菜最受欢迎。白菜是，新鲜。是羊排也是新上的。好。